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保存或分享视频和播放列表 YouTube Music 播放列表。YouTube Music 播放列表是发现新的音乐人和新歌的绝佳方式。查找 YouTube Music 播放列表，要查找 YouTube Music 播放列表，可通过以下方法：在网络浏览器中访问 youtube.com/music， 在移动版 YouTube 应用中搜索音乐，选择 YouTube Music 频道。播放列表的工作原理，我们的音乐播放列表基于各种信号选取 YouTube 上的音乐，这些信号包括机器学习、社交信号、来自其他 Google 产品和服务的信号，以及人类输入的内容，包括我们的听众输入的内容。这些播放列表是 YouTube 推荐系统的众多输入内容之一。在我们的音乐播放列表和整个 YouTube 中，一首曲目的表现越火爆，就越有可能被推荐给听众。